突然发现最近我一直都在用这个方法揉面，厨师机都快闲置了。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分享出来，用这个方法来做一款无糖欧包虾巴塔，不用了橄榄油，口味清爽耐吃，做主食或者三明治都特别棒，几乎不用揉面。这个面团还非常的百搭，我做了虾巴塔，皮酥脆，内心柔软。同一款面团还可以用来炸油条。 如果你想吃到无泡打粉的油条啊，可以用这个配方来做一下吧。香酥脆虽然比泡打粉版的差一点蓬松度，但是啊口感却一点也不差。这个面团在欧包里啊水量不算大，更适合新手来操作。咱们先来揉面，这次是中筋粉，我家用的就是饺子面条的面粉。中筋粉300克，加5克盐，先把粉和盐拌匀，接着中间挖个洞， 把水210克倒进来，我这个深盘是20乘以25厘米的，在水里加2克的干酵母或者新鲜酵母5克，先把酵母搅匀搅散，然后分批把面粉拨进来，这时候可以放橄榄油了啊，也可以搅拌一会儿再放，不用下手揉，刮板和盆子非常的服帖。 在有干粉的时候搅拌不要停，不停的切拌，然后刮底部，橄榄油不要太晚放啊，否则很难揉进去。哪里有干粉就拌哪，因为天气比较干燥，暴露在外边的干粉时间久了容易结块，就不好揉进去了。 直到看不见干粉，把面团聚起来摊平一些，盖上潮湿的布，松弛啊，至少3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看一下啊，我家室温是24度，面团看起来有点斑驳，但是还是有一点橄榄油没有完全揉匀。接下来先趁着面团的松弛劲儿来折叠。 第一次折叠很轻松，所以尽量把面团拉长再折，多拉开几个角，拉长的折叠才是有效的折叠，不然面团的组织并不会得到太多的改善。第一次折叠后啊，面团就有点不好拉了。刚才倒橄榄油的时候，碗底还剩了一点，不要浪费啊，用手把它㧟出来抹在表面。 面团很神奇啊，粘上一点油脂就会变得有点柔软了，手指按压中间把它压扁一些，再尽量的拉长折叠第二次。所以说有效折叠第一步一定是拉长，切记，找面团边角的地方，然后把它拉起来折叠，怕粘手的话手上粘水啊，暂时不要扑粉，折叠好再次滚圆，让表面产生一个紧绷，光滑了紧绷了，面团有张力了，发酵才会保留更多的气体。 接着盖上保鲜膜和湿布，可以放在冷藏一晚上了，也可以在室温继续醒发60分钟以后再用。揉到这一步啊，面团就可以用来炸油条了。但是我今天来做虾巴塔，这次表面就可以铺撒一层面粉，趁着松弛按压和拉伸面团，让它变薄变大，还是为了方便有效折叠。面团翻过来，拉长折1/3。 把另一头拉长折回来，然后纵向啊卷之前把面团再按压薄一些，可以卷更多圈，但是不要把气体都挤出来啊，保留住气体是做虾巴塔的关键，这样烤出来的欧包中间才有大气孔。实际上我也是在学习欧包，并不擅长，因为我喜欢吃这个，欧包是非常耐吃的，不会吃多了腻。 卷好后收圆底部，发酵90分钟。好了，这次面团已经很光滑了，手指沾粉按压能看到明显的压痕，可以分割简单的来整形了。表面啊撒上干粉多撒一点，然后手指拨拉一下面团，但一定不要拨拉破了啊，为了最终面包看起来皱皱的，很淳朴的样子。 主要是为了美观，不拨拉也行。从中间1/2，做2个大欧包，然后直接把它挪到撒了一层面粉的烘焙纸上。转移好后，可以稍微给面包整一下形状。
烘焙纸折起来夹住面包，也是为了让面包内部气孔保持向上。 再次发酵40分钟就可以了，这时候可以预热烤箱了。烤欧包非常常用的就是石板，有石板可以用上，没有就直接上烤盘好了。发酵到手指按压还是有压痕，不回弹。我的烤箱开最高温240度，放进去小半碗开水，制造一个蒸汽的氛围。 力不放啊，家庭做的话，这个蒸汽效果确实有限。面包连同烘焙纸一起扔进烤箱预热好的烤盘中。开了烤箱门啊，就得快点操作了。我今天有点失手了，把它放歪了。这样的话会散失很多的热量，它就瞬间的膨发力就不足。烘烤大概20到25分钟。 烤到表面酥脆，有点深褐色，加巴塔就好了。昨天做了欧包的面团，我说这个可以拿来做油条啊。刚好冷藏里还剩一块欧包面团，从冷藏取出来就不要按压排气了啊。酵母宝宝发酵出的气体很宝贵，表面涂油切一条下来，剩下的可以密封冷藏2-3天内用完就行。然后把这一条放在揉面垫上，垫子上也是涂油防粘。 面团平铺，轻轻的拉长，不要使劲的按压。假如你也是不想用泡打粉、素打粉做油条的话，那肯定就是要物理保留这些丰富的气泡了。切掉这个边角，边角最后也别忘了炸一下啊，也是很好吃的。然后就直接切条，油条要保持一定的厚度，炸出来才会胖嘟嘟的。刚从冷藏拿出来的面团比较好操作，不是太软，所以要先整形，再发酵半小时以上，然后再来炸。 不发酵直接炸的话，油条也会很小很硬。发酵好了，看起来很蓬松，很多气泡，轻轻的拿起来稍微拉一下，就给它稍微拉长一点，不扭也行啊，扭一下也行。170度炸油条，油条下锅后有细密的气泡浮起来，但并没有油烟，这个油温是正好的。刚放进去要不停的翻弄它，翻的越勤，它膨胀的越大。油条稍微有点泛黄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再膨胀了，就可以接着下一根。 最后一锅啊，边角料也炸一下，酵母版的油条炸出来是比较有嚼劲的，但胜在没有添加剂，很放心。这回是不是知道你的油条为什么不蓬松了呢？如果昨天刚好揉了面，今天试着炸一次吧。我是为山妮做面包的山妈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